跟崔轩小姐妹今天来杭州，说订了一个60块钱的太空舱酒店，还说特别的炫酷。哎，你说60块能炫到哪里去啊？走，我也去体验体验。是这个房间了。哎，糖糖，小姐你看好上铺下铺。这是啥？这是洗漱用品，拿好。感觉有点像那个，不是来住酒店的，是澡堂子的。是澡堂子。毛巾，一个牙刷，是极简生活。I've got an itch I can't scratch, I'm missing a piece that completes a whole part of me, an open wound scar to see. Everybody come here, gather round, welcome to the freak show, the best in town. What the hell's wrong with me? 空调马上就来了，很凉快。灯在哪？这边，阅读灯，在这个位置，很傻，也很精致。还有个镜前灯，嚯，这个灯可以，开在这里真的有太空舱的感觉，照镜子就是小仙女了。这旁边还有个 USB 接口，然后耳机口。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到位，休息一下。哇塞，这个床还是很大的，我感觉躺两个人完全都是没有问题。前面还有个电视，躺在这里再放部动作大片，真的是惬意啊！我发现6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哎，糖糖，你下边怎么样？怎么样？我安排的到位吗？可以可以，拜拜，我先关上门，换个睡衣。